我们这次要教的这一款是一片袜，我们这一般袜子我们是从整个圆圈圈这种织法才能织得出立体的，那我们这一次因为为了对新手方便起见，我们直接织的是一片，就是用两根棒针织出来的。那我们织的时候，这一边是袜子的面表面正面来讲，好，这是袜底的部分，袜底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要先织完袜子的正面，也就是这个袜子的表面这一块，我们才能织袜子的袜底的部分。好，然后一开始我们要先知道，我们这边的话呢，大概我起针起的是10公分宽，以我的手劲来织的话是19针，就是10公分的密度。那大概这种长度的话，这个长度的话，这一段从这一段到这一边，好，是15公分，大概40行，这一段到这一段6公分，16行，也就是袜子的这一段6公分，这一段15公分，前面还有一个 4.5 公分。好，那我们袜口的这个螺纹的长度是5公分的长度，那这个织的那个针行数会比较多一点，大概我的手劲我算过大概18行，然后这边的话会是16行，因为这边是一行上一行下，它是会缩，那这种的螺纹的话是不会，比较不会缩，所以它的行数会比较多。那我们要先织这一段，然后再织这一段，这个是两张图，大家看的时候要记得这个地方是直接从这个地方过来，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，要倒过来看的，它才会这种织法。一开始我们起针呢，我用的是弹性圆边，也有人讲它是机器编织的，那倒无所谓。好，那大家也可以使用自己习惯用的起针方式，那我们还是使用习惯，我习惯的是弹性圆边，我就用弹性圆边。它这边19针，大概一根棒针，我稍微多一点，因为这样子的话到最后缝合会比较好缝合。好，那我们同样弹性圆边起针，大家可以都再复习一遍，因为前面教过很多遍。好，我们这种起针的时候记得，因为它是单数的，所以短线放在食指的地方，以前我们是短线放拇指，那现在我们是短线要放食指。好，短线放食指，长线放拇指，棒针压下去。好，食指往前转，然后拇指往前，食指往后，拇指还原归位转，然后食指往后，拇指往前，食指还原归位转。好，然后接着第二步第三步我们重复，拇指往前，食指往后，拇指还原归位转，然后食指往后，拇指往前，食指还原归位转，然后接着拇指往前，食指往后，拇指还原归位转，然后食指往后，拇指往前，食指还原归位转。我们就用这种扭转的方式起19针，这边是2、4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。好，然后接着我们就开始要织螺纹了。螺纹的话，我们就照这一张图的背面啊，背面这边有，我们记得这种袜子织的时候，头尾这两边都要用延长针。好，我们这边螺纹也是一样，要用延长针，第一针上针我们不织，挑下来，线直接绕到后面，然后下针织。好，然后接着线绕回正面，上针不织，下针织，上针不织，下针织。好，上针不织，下针织。好，上针不织，下针织。过来，上针不织，下针织，再来，上针不织，下针织，上针不织，下针织，再来，上针不织，下针织，最后一针上针我们不织，但是反到背面的时候它是下针了，下针我们就把它织下去。好，下针织，先绕回正面，因为刚刚这边没织，所以我们这边也等于是延长针了。好，上针不织，下针织，上针不织，下针织。好，我们把这一整行织完，下针上针不织，
然后下针织，上针不织，下针织，上针不织，好，下针织，再来上针不织，下针织，上针不织，下针织，上针不织，下针织，上针不织，好，下针织，好，到正面来，正面我们就要注意到了。第三行开始，上下针都要织，但是我们前后因为要做延长针，所以第一针上针我们不织，直接绕到后面织下针，然后上针、下针、上针。现在开始，我们上针、下针都要织，只有头尾做延长针。这一段织五公分，我的手径的话是18行。我们先把这边的五公分18行织完。然后再来做袜子上面，袜子表面正面的那个花纹。我们先把这边18行螺纹先织完。我们袜子的这一段螺纹5公分，我们织完了。接着我们就直接要做这一段袜子正面的花纹。那我们正面这边总共是这一段袜子的正面这一段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要织的这一段。这一段是16行，16行它是6公分。那我们就看这一张图，这一张图的话，这边是12行，12、14、16，等于是我们知道这个地方，从这个地方织到这边，就刚好16行。好，那同样一开始我们要做2行花纹就定位，花纹就定位的话，我们要做一些小记号。好，我们头尾是4针，好，我们先这边记号先拿过来。然后我们先这边先第一针，我们延长针不织，挑下来，然后1、2、3针，我们放一个小记号在这边，可以知道这个地方这一段外面的永远是织下针，不管正面背面都是织下针。好，然后接着中间这边11针，11针这边是要做空花的，我们就先织它花纹就定位的11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。好，我们同样放一个小记号。好，然后这边记号外面也是，不管正面背面跟前面一样，4针都是正反两面都织下针，它会织出来就会是一行上针一行下针。好，我们最后一针织掉到背面，背面也就是这个袜子的2行，袜子的2行的话，我们同样第一针我们要做延长针，我们挑下来，针直接拉到前面织下针，它就是延长针了。好，这边织下针，这边3针，包括边上4针，然后线绕到背面，小记号拿过来，中间11针我们织的是上针，也就是看到上针我们就织上针了。好，这边就是我们中间的空花的位置。好，这边空花位置等于是就定位，我们这一行就定位织完了，到正面我们就直接做空花。好，这边是织上针，先绕到正面，记号拿过来，边上的织下针的1、2、3，最后一针4。好，然后到正面，这边也就是我们第三行袜子的，本来这一行呢，这个地方应该是要有一个空花，也就是这一行的有空花这样过来，但是因为为了要花纹好看，不然这边如果这边织了空针的话，照这一行织，它花纹会这边就断层了，会看不到斜纹的空花上去会不好看。这一行呢，我们直接把下面这一行挪下来，等于多织了一条花纹的那个前一朵花纹的末尾。好，我们先把第一针延长针拿下来，然后3针1、2、3针下针，花纹挑过来，然后接着我们可以看到这边2、4、6针下针，2针并1针，我们就开始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然后2针并1针一起织，然后3针下针1、2、3，一针空针。好，然后记号拿过来，这边织的是下针，
正面反面都下针。好，然后到袜子的第四行，第四行我们同样延长针拿下来，一二三，三针我们直下针，先绕到背面，记号拿过来，这边十一针全部织上针，洞不要去补它，直接就让它留一个洞在上面。好，我们这边十一针织到后面，把这边这一行织掉，这边通通织上针。好，背面全部上针织掉之后，线绕到正面，记号拿过来，记号外面的就织下针。好，三四，好，接着我们就是正式织花样的第一行开始织起。好，第一行我们同样把第一针延长针拿下来，一二三，记号拿过来，然后一二三四五，好，两针并一针。如果不会看位置不敢确定，可以看前面这一针，前面这边收针在这边，我们就知道这边是两针并一针。好，这边就是两针并一针，然后一二三空针，织一针下针。好，记号拿过来，这边固定的是下针。好，我们把背面袜子第六行，也就是花样第二行背面头尾织下针，中间织上针，我们把背面这边织完，然后到正面我们再做花样第三行的花，正式花样的第二行织完了，接着我们做第三行。第三行同样，我们把第一针延长针拿下来，一二三针下针，记号拿过来，然后接着一二三四，四针下针，然后两针并一针，三针下针，一二三空针，然后再两针下针，记号拿过来，把最后的四针一二三四织掉。好，花样的第四行同样，头尾我们织下针，中间织上针，我们把花样第四行织完，然后再来做第五行的花，同样第一针跟尾巴上的，尾巴是反面做延长针，这一边的话是正面做延长针。好，我们这边继续把第四行织完，然后再来做花样第五行的花。我们这边是花样第四行的最后几针，好，这边最后几针织掉，然后就是花样第五行的这一行。好，然后接着我们同样把第一针延长针拿下来，然后一二三针下针，然后记号拿过来，接着一二三，三针下针，然后两针并一针。好，接着一二三针下针空针，然后再一二三针下针。好，记号拿过来，最后的四针织掉。好，这边接着到背面第六行，跟前面一样，头尾织下针，中间织上针，我们把第六行织掉之后，再来做第七行的花。同样第一针要记得织的是延长针，这边也是第六行最后几针了，我们把这边最后几针织掉。好，最后一针，然后到正面第七行，第七行同样我们把边上的延长针先拿下来，然后三针一二三，三针，然后小记号拿过来，两针下针。好，然后接着两针并一针，然后接着一二三针下针，再来空针，再一二三四针下针，记号拿过来，最后的四针下针织掉。好，接着第八行同样跟前面一样，第八行前后我们织下针，中间上针，我们把第八行织掉了之后，再来做第九行的话，同样要记得第一针是延长针，这边最后几针的第八行的最后几针我们把它织掉，到正面
接着这边是第九行，第九行同样我们把第一针拿下来延长针，然后三针，一二三，三针下针，好，记号拿过来，一针下针，然后两针并一针，再三针下针，一二三，空针，然后再一二三四五，好，记号拿过来，最后四针下针，我们把它织掉。好，接着第十行背面的，第十行跟前面一样，头尾这边我们织下针，好，然后这边中间十一针我们织上针，然后把第十行织完之后，我们再做十一行。这边是第十行的最后几针，我们把它织掉。好，第十行最后几针，然后接着到第十一行。第十一行比较特殊，因为它有两个空针，两个减针。好，然后接着我们把第一针延长针拿下来，三针，一二三针下针，好，然后小记号拿过来，这边直接两针并一针，然后一二三针下针，空针，然后再来一针下针，然后接着两针并一针，这边比较特殊一点，好，然后接着三针下针，一二三，空针，然后记号拿过来，最后的四针那个我们织下针，好，这是交界的位置。然后第十二行，第十二行的话，同样我们把第一针延长针拿下来，一二三，三针下针，然后线绕到背面，记号拿过来，空针不要补，这边十一针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好，线绕到正面，记号拿过来，接着四针下针，二三四，好，这边就是整朵花织完，也就是到这个地方。这边我们可以看到，这边十二行，这边四行，就是十六行。那我们要看这张图，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得到，我们这边十六行织完了之后，要做一个记号才能织这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十六行的这个位置是在这个地方，要做这个脚后跟的那个立体的，所以我们这边做记号，直接先做，免得忘记了。好，就在这个地方。我们直接用个小记号套上去，没有小记号也可以用个小橡皮筋啊或绳子都可以。好，这边是这一个的，我们头尾都要做，因为两边到时候要结合才会位置不会跑掉。好，然后接着我们就看这一张这个花样的图样，再从第一行织到十二行，再从第一行织到十二行，这种织法呢，我们总共要织四十行。这一段从这个地方到这边，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地方了，我们知道再织四十行，然后再教大家怎么做脚尖的那个前面，也就是从知道这个地方，我们现在从到知道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们再来做脚的前面的，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是这个脚后跟这个位置而已，就是这个地方这一段，我们把这一段织完的时候到脚尖，然后再来做脚尖的位置。我们袜子已经织到了袜口的这个地方要收针了，也就是袜子的鞋尖这个地方了，我们要收针了。然后我们这边收针呢，要收到最后剩下七针，也就是一到正面就收针，要收到七针。好，那我们就从这一行开始，同样我们把第一针拿下来，第二针第三针我们就直接两针并一针并掉，好，织掉一针，这个小记号我们就不需要了。然后这边我们一直织到倒数第二针第三针的地方的时候，我们再做减针。好，我们这边先织过去，现在开始不管是正面还是背面全部都是织下针。好，这个记号也拿掉，这针织掉，最后的倒数第二针第三针两针一起挑过来，挑过来之后一起织掉，最后一针织掉，像我们左右就各收掉一针了。然后接着到背面，背面我们什么动作都不要做，只要织下针织过去就行了，这边全部都只要织下针。因为接下来我们过来就是
不用织花了，鞋底的位置全部都是织，一行上一行下的，要看到一行上一行下，所以那我们就织全部织下针，这样它就会呈现出一行上一行下针的了。好，这边最后三针我们把它织掉，我们织掉了之后，我们这边做一个小记号，待会我们挑袜口的袜子的那个鞋尖的时候，做鞋尖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停止点，不做也可以，但是我会把它做出来，这样子的话让大家挑针的时候会看得比较清楚。好，接着我们再做第二次，再示范一次，同样第一针延长针拿下来，第二针第三针两针一起织掉。好，我们这边就织过去，也同样是织下针，织到左边倒数第二针第三针也做减针。我们这边先织过去，这边就很简单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就不需要织花样。好，这边最后这边两针织掉，这两针同样挑一针挑一针，两针一起织，这一针最后一针下针织掉，背面同样第一针延长针。好，第一针延长针先绕到正面，然后全部织下针，我们就用这种左右各收一针的方式减六针，减到最后剩七针，我们再来挑袜子的小尖的位置的部分。好，我们这边是袜子尖的最后一次减针。好，这边减一针，好，这边就织下针，同样织到最后第二针第三针，这边第二针第三针挑一针挑一针，两针并一针并掉，这样我们就剩下七针了，二四六七七针，然后到背面。好，我们把背面同样第一针延长针，然后二三四五六七，好，七针了，然后到正面来，到正面来，我们这边开始就要开始做加针，也就是这个一张图的这边，我们现在知道这边要往回加针，加回十九针。好，我们加针呢，同样我们从这边开始算起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这一针开始加起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针就直接从这个地方挑针，下面挑上来放上去，放上去之后，然后第一针这边同样延长针拿下来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然后接着就到旁边这边，也可以算一二三四五六，所以是这一针。好，挑针，我们挑针记得只要挑一半，不要整个挑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如果整个挑也是行，但是因为整个挑的话，这边它会有一个那个像衣服缝合时候的一个那条缝，它会比较那个厚，那穿起来穿袜子的时候会不好穿。我们这边所以挑一条线就好。挑一条线挑起来，然后到背面。好，背面这边我们全部都织的是下针，第一针延长针先绕到正面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好，然后再回到正面的时候，我们挑针刚刚在这边挑的，这一次我们就要下来一个，从这个地方挑一条线，从这个地方这一个洞挑上来，然后我们把它放到棒针上，稍微拉紧了之后，它这边就可以比较密合了。好，第一针延长针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好，再往下面刚刚这一个洞，我们再往下面这一个，好，再挑一针。好，然后到背面，背面同样我们只要织下针就行，第一针延长针先绕到正面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好，然后接着再到下一个洞，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挑，挑回十九针。好，挑到了棒针上十九针，我们再开始做下面袜子的结合。